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生存实况，不是生存实况，应该是创造实况吧。好，怎么说呢？因为今天要来的是创造实况，对，今天玩的是黑月伺服器啊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？有小雨的第一张影片好像有用到，好像中间好像有跑到黑月的伺服器里面。好，然后这个 IP 的话刚刚打好了，然后之前因为我之前已经有连过，但是因为我灌了一个模组，所有的 HA 都不见了。好，真假的？你刚刚玩学生这样，好惨。好啦，如果以后万一有一些目光加有一些观众应该是知道是这样地图的。他卖爆电脑这样多好啊！你知道目光加天堂加更多加多重世界，你知道会怎样吗？我的电脑会爆掉，是不是 crash？ 你懂不懂？我电脑那个核心没那么强啊，应该说他心脏没那么强，然后才会受惊吓而挂掉。好啦，其实这张地图小雨以前就很常常来玩的啊。但是其实我们想玩暮光森林加更多生态域。好啦，有些爆友应该知道这张地图啦。怎么讲呢？以前我开台的时候常常会玩这张伺服器，但是每次都影片有录下来，但是都没有往 YouTube 上面 po， 而反而是给它删掉了。这一次是首次进来伺服器，对，不是，应该是吧？从生年会看到黑月做一张超可爱的图片哦。好吧，这张地图已经很久了，就让大家们看一下吧。预备，开始。此伺服器建议使用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OK， 那你这么懒惰。哎呀，不是我的红。来吧。好的。等一下，你。我看一眼。对，就是这张。哦。我让他们看这张可爱的。哦，怀念呐、啊。超怀念这张大地图，这个跑酷是小雨做的，那都弄到小雨做的没有了。小雨现在是不是在玩十字还是 H？ 没有 HA， 我们在玩 HA。你知道我们在玩什么 HA？ 我们就创频道，然后把大家加进去之后，再把频道删掉，然后再换另外一个创频道。嗯，你在拜拜什么啦？对。哦，前面这应该我不知道是谁做的，是南瓜做还是黑月做的，我不知道。上面写 Punky，有的。那个是我做的，真的。那一只是我做的，大只是我。小里面很多很多东西，这你们不只做这些东西，这跑酷虽然也是小雨做的非常大，然后这上面的空岛也是黑月做的，然后这红石机关是黑月去研究的，然后这金字塔，这金字塔至少盖了将近好像七八天才盖完吧，是不是？没有七八天嘛，没那么久吧，有吧？哦，一层一层盖，而且是实心的哦，不是空心哦。虽然里面有挖空啊，但是对啊，有里面有一些挖空去做啊，对啊，应该苦一把的嗨。好可爱哟、哦！杀掉你！等一下啊、哦！哎呀！哦，我要带黑，我要去给你们看一个很帅的一个东西。黑月做的这个传送门超厉害的啊，可以让你传送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没有啊，你要我觉得厉害的性能是因为它可以自动关掉。它打开的时候你就要赶快进去了，因为你等下出来的地方就不是那边。哎，我去找你。哎。好，出去吧。啊，宕机，没有。好，你看，这是金字塔内部。上这样。其实你如果地狱门放远一点，还有也有一样的效果啊。是，往怎么走嘞？完蛋了，往怎么走？这边吗？对，哇。这又可以出来了。我出来了。好。啊，比你快，比你快。来哦，我直接传出来了。啊，这个红石砖是干嘛的呢？给大家看一个，一下有个小小的步骤啊。这边可以做一个小小的陷阱，我想。这个火神你好了吗？我开心了，我已经在努力当中。小小的陷阱，我想。一七二，然后又进来。那你觉得 OK 吗？它是 OK 吗？我看一下下。其实我在努力装我的材质包。你不用装材质包啦，这没有材质包，这没有材质包比较好看。真的啊，这没有材质包比较好看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是什么步骤？我是个生存在材质包世界上的。像这样子而已。你先试着不要装材质包就好。怎么讲呢？你一定要中间隔一个方块，这样子它才可以出动机关。没有隔一个方块，是因为红石机关它可以把能量导入到一个方块下面。然后这个就是这样子 ，TP 到你想要 TP 到的坐标，跑不起来，像这样。哎，因为你比较近，所以你被先 TP 到。好。好，继续走。我们再带大家去。哦，对了，伺服器开到12点，我就关伺服器了，因为网络关系。对，所以我们两个小时关耶， yeah， 有两个小时。这应该是嘎奇吧？这应该是嘎奇做的。这是嘎奇盖的。然后后面那好像是闪灵吧？那闪灵它盖什么东西啊？游泳池。哪一个？这个啊。哪里？后面哪？哎、欸，走反对这边。
哦，对啊，那闪灵盖的。哦，是这样。你不知道盖什么东西，我觉得还蛮帅的。是什么？我想想。有人进来嘞。对啊，哦，这个是那个超人标志哎 ，Superman。真的。Superman。啊。好啊。哇吼。Hello。哦靠，你哎，等一下，你 skin 给我看。停。Stop。哦，这 skin 好帅哦，我喜欢后面的魁拔。你们还有就只有盖这样子而已吗？那你们就错了。你们就错了。哎，来去。我们带大家去一个地方。还有盖了一个超级小的小小的一个实验区吧，是实验区实验室吧，应该是实验室。你先带我们去看那个 home 点。I believe I can fly. You believe you can fly. 那跑酷不知道盖多久了。那跑酷你不是也才盖一天就盖完了吗？没有一天吧，那、欸、我盖很久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这边卡有僵尸？小雨你在哪？我要去抢镜头。对对对对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黑月的伺服器啊、哦。对啊。啊。哦，说，哎，你就加，你就加，好，不要不要，又进来，来这里吧，来这里，这里这里，后面点，好，这边盖的才比较多啦，这是后面啊，哎，我看到你的那嘎比，那还有，这嘎比盖的，你在哪里？哦，来这里，来这里，来这里，走出来，谁盖？这个是谁啊？正在盖的，这是谁？是谁？那个是真名，不是这个，这个现在歪，哦，这应该反抗，对不对？哪一个？对啊，那个是反抗啊。哦，正版账号了，对啊，升级喽。哇塞！啊，小雨之前不知道怎么样，我小雨真的太无聊，盖这个长长的这个彩虹柱，也各种人的创意。对。哇。然后这个是好像也是一个观众盖的，这也是观众，这然后这个就是嘎奇，不知道给哪里。对啊。这个人已经肥，这个人肥化了吧？你看看，对，他肥化了，太肥，他盖太肥了。这个我忘记是谁，然后这好像是有一个多盖的，然后黑月盖的这个好像小小的教堂，啊，这个也是嘎星盖的，超级大的一个树。那不是我盖的啦，那个是南瓜盖的教堂。真的、哦？不是啊，不是教堂啊，这个小小的石影，怎么讲呢？要是神圣了、哦。啊，对，神圣啊，神圣、啊。神圣是我盖的。对啊，这嘎奇盖的啊，什么的。嘎奇盖的那个亚马逊丛林，亚马逊丛林，这个还有这个都是嘎奇盖的啊。哎、欸，你对啊，是吧？你实验室没录到可惜啊。Let's go、哦。这个是黑月盖的一个超级大的什么？神圣是不是？神殿。这神社啊，进来啊。好啊，你去看。这神社有自动门哦。日本风是吧？哎、欸，你不要打。非常日本风呢。哪里啊？很烂。我们应该把这个换成灵魂沙才对啊。那个，换灵魂沙。换灵魂沙。放灵魂沙就好了。这里里面呢、啊？啊，里面那个里面，真是啊。哦，不早讲。我说应该把这个换成灵魂沙才比较好。这个城市大概这样子啊，要下来吗、啊？还有地下室、哦。地下室，地下室。地下室是那种各种阿公阿妈休息区。什么阿公阿妈？这条电视哦，很多人会做一些事情，有很多人看到画都会直接很舍不得给他冲进去，然后就像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嘿，怎么可以冲进去？冲画，这是秘密小花园，室内设计，精心设计，自己跳过去、啊，短板，哎、欸，不要那，这是外面，啊，这边自己 ，OK， 至于，呀，我先换回原本的材质包好了，那你们看。哎、欸，你要去大家没有看那个大型图画？对，哎、哦、有谁打字了？看一下天天。好，你们现在看到这些模型啊，这些模型，这个什么熔炉、书柜、稿子、钻石帽子，还有煎饼果瓶子，还有地板上的东西，都是小鱼盖的，还有南瓜，还有玻璃。什么球？怎么了？那你潜龙在上古纪元。嗯哼。还有超级大型的火把。你叫顺龙来玩，我好，我伺服器还可以让你进来哦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盖的这么像不像哎、欸，因为这一部分这些模型都是小雨盖的，哦、你看这上面都是书啊，这是书、啊。哎、欸，对了，那个谁啊？嗯，哎、欸，那个谁，叶枫。嗯，那个反抗无聊，把那个天天给崩掉了。忘记解班指令怎么打哎、欸。RC 啊、哦？不是那个。不许。是不是？是不是杨贝啊？杨贝，哦，杨贝呢？哪一个的？我们在让帮我们观众，嗯，像吧，把天天超像的吧，对不对？看，稍微盖的书超像的。天天的 IP 这种东西 ，P
TNT 什么 ？TNT 大夏 ，TNT 莱恩。哦，好，很多人问我说：“小雨，你盖这地板上这一坨是什么东西？”你就你这样走在上，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 ？Fuck！ 你应该这样飞上来看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钻石，还有绿宝石，还有金锭，还有铁锭。好，这是玻璃。还有黑头乐色。好、oh, ，玻璃。Bandit。还有南瓜，这南瓜。我而且我们盖完南瓜的过程中，还发现到有个 bug，、oh. 有一个 bug， 非常奇怪的一个小姐、啊、bug。哎呀，可以，等一下大家看一下好了。你们看哦，有一个很奇怪的 bug， 就是说南瓜，你看你们看到我盖哪里盖错了吗？他眼睛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欸啊、那眼睛平时往左边朝过来的，他这边我盖有朝右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呢？凶样。我给他看一下什么样子。我给他把物品展示框放上面，你看他这就是给他朝右边，我就之前就这样盖，就不能盖成这样子的。九门指令，来九门指令。嗯，啊，这个不是小优怎么盖这种东西？九门指令在哪里？九门指令在哪里？还有熔炉书柜。不是 unfan 啊。都没有工作塔。P R A D O N 啊，这是南瓜盖的一个 P R A D O N， 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对啊，不是 U N B A N 吗？不是那个是退取的。不是两个都可以。我等，不行，那个不行。然后是 T N T 吧。T N T 幺八二。OK， 姐妹呢？进来吧。难怪你是养多少只小狗啊？这种三只啊。哎、欸，小雨去那秘密地下室参观吧。我看他是五只哎，我的四五只啊！不要打死任何小狗、哦，你知道打死了南瓜他会生气哦，他甚至会把可能会，他还把整张地都给砸。南瓜会杀死你哦！哦，南瓜是一个很像女生的男生，在每个都加爱心，表现出他的少女心。为什么会有人在损血？他根本是少女好不好？你看他长头发哎。我说他怎么像有人在损血的声音啊？我也是。你是什么？你说什么东西？你也是，听到声线，我听到了。哦，我还有说你也是长头发。这个我做不到。好，我们来秘密地下室吧，烦死人了。拜拜，看着我。看着我。声线的声音，我看那边有一个人，但是我饿了。你饿了？哎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我有没有看到你？直接下去了。好，这里。好啦，还有做一个小小的红石机关啊，如果就把下面这个箱子打开，我要尽量美化它，所以搞了蛮多东西的。好，哎、欸，它有时候还会把你夹到你的头。对啊，因为那个红石机关我间隔做蛮小的，我不想让那个洞开太久。美化一下吧。这好像跑，有人会说这也叫跑酷，室内跑酷。那我不知道怎么跑。那个蛮像跑酷的，对吧、啊？我跟这样子是不是？啊！怎么过来呀、啊？其实我超多建筑都盖到一半都停止盖了。哦，那个神经病引擎啊，又改回来哦，慢慢崩掉，真的要崩掉。乖、哦，我现在还以为他之前用这东西，我想说这个哪个眉毛会不会烧起来，就好像说停都不会，因为好像宗教只要隔一个东西就不会烧起来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喝牛奶啊，啊，好多了。你知道学生穿钻石装，比较好看。学生穿的。哎、欸，不要打狗，不要打狗。不断的损血，不要打。好，接下来看小雨的一个小小的房子，非常小的房子。走开了，谁在笑啊？太小啦。最近跳舞妹呢？好，我们去看小雨的房子，走、哦。火神，走，走。对的嘛，对的。Let's go, let's go, do do. Let's go, let's go, do do. 沿路上乱丢东西。我还是比较习惯我原本的那个小房子。哦，这个是户外露天图书馆，蛮可爱的。那个是苦嘎逼盖的。苦嘎逼。对啊，他盖那个奇怪绿色建筑物。有了，这是小伟盖的，小非常小的一个小小实验室。二楼是我盖的哦。二楼是黑夜不知道干嘛，二楼乱盖的，没有。本来有放南瓜在那边弹来弹去，但是硬把它杀光。还有铁锯。所以黑月，你这本来就没有
好，这是内部任何材质包、哦，内部扩张。嗯，原本我是用那个啦，我原本是用 Summerfield 玩，但是我觉得那只小小的空间，因为每种材质包才能显示小鱼干那些东西呀、啊。对啊，你要用原本材质包，它你才能显示出比较正常的、啊。好，对啊，这只是内部构造而已。好，我们进来吧。这只是内部构造，这不可能这么小、啊，因为这边还有个小小的机关。进来看看。对。啊HSC 1.8 还是1.7 吼，我自己是幻想好的。你有HA吗？嘿，把这个砍掉，把这个关掉。对啊，什么？哎呀，哇，今天好多人在玩黑色武器。小雨的小窝，对呀、啊。IP， 你们现在在玩还是在玩？大被夹到了。你们现在还是在玩HA吗？因为缺的 这个按钮也是有机关的、啊，这按钮是电灯啊。你看不出来有变色的，因为它电灯是很高啊。你用黑伺服器三吧，然后密码是123。你们现在还在玩 HA 吗？啊，不然嘞，这缺啊。好，然后我要 IP。黑伺服器三。所以说这个根本就是那个嘛，根本就是那个室内跑酷的，室内那个迷宫。室内小迷宫。室内小迷宫，对啊，很多人。都会迷路哎，万一有人死在这边不是啊？这小小餐馆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觉得是不是 VIP 什么啊？自己找啊，学自己找。没有，你看今天没有客人真懒，是没有了。好了，我要吃东西。老板点东西，老板点东西。没有。老板我点餐。啊？没有的。老板我点餐。这没有老板好烂哦，我不去了，不然烂店都没老板。你有没有来点？你有没有来柜台点菜？啊！有人在我的柜台里面下去。哇！他是店员啊，他醒来了。不要针对我。哦。赶快啊，那个老板，我要。你要什么？好，你要吃这个拿去。不是啊，这个吃掉。我要一个那个快乐童餐，然后送到 B 桌。我乱吃。哪里？你说你快乐B 桌在哪里？哪里是 B 桌啊？这里是 B 桌。对，看连老板都连 B 桌都不知道。哦，快乐中餐的耶，马铃薯天塔。哦，不能吃啊！啊，智障。好啦，你是说食物啊？这边还有箱子，里面放钱。The cash。这边可以下去。对了，外面。我要退货，退货。啊，怎样？很难吃是不是？那你们吃这个。不好。我要转了，小雨。我要打掉了。拜拜。大胃王，瞬间吃掉、这个伺服器。对了，那个火神盖中自己的房子。现在，对，现在，好 ，now， 好去外面找地盖。好，你们看，现在这个电灯已经亮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伺服器的坚持。好，把这个关掉的话。OK。Fire！ 我要先设法出去。关起来了。真感觉我迷路了。200 TP 出去啊！为什么那个图是空心的？什么图？对啊，没错。我一堆人进来了、好屌、六个人呢、罗马，罗马你进来了吗？我看到叶枫，他在寻找 ID 哦。小雨，你的朋友群没有改哦。啊？朋友群名片。他们没，现在没在玩那个史诗啊。谁啊？他们现在没在玩史诗啊，小鼠，那是小鼠，是小鼠。对，小鼠。为什么他不用羊毛，要用伺服器？你在玩伺服器吗？黑月的小黑月的伺服器，里面超可爱的。HA 的，小的。黑月的，我黑月绝对不要恨我。怎么了？跟我讲好事。我跟我头发一切不一样。还有什么东西你要怎样？看不到你，那跑掉了。破窗出去了。不要破窗，我 TP 你。那你不要动。好吧。阿哥，还有可以开伺服器啊。我有开啊，用血，因为我懒得去用那个，直接用网络。哇，我这个他好努力、等一下，自己盖出自己的人，不要怕，帅气。你盖不对称，你的前面那个手的两条线。哇，IP， 你用。你有 HA 吗？是 HA IP 的这样。HA 的话是，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哪个还是空房间。这可能干嘛？我帮你改好了。房间吗？还有。你盖不对称啊。没 HA？ 有啊，有对称啊。头是
头里面头哎、欸，反抗你你在头你头里面少盖一个东西啊，你少盖你的脑袋在里面。没有，好恶心。这 IP 啊、喔。这对要。太诡异了，没觉得是不是。